女生不和你约饭该怎么办？哎呀，你这张照片真好看啊！我开了瘦脸了。哎呀，你这不叫开瘦脸，你这个呀叫美的扭曲了虚空。幸会说好听的话。那啥，一会儿请你吃饭去吧，咱们再看个电影。不行，我要健身去。健什么身啊？那长得胖的人是叫健身。像你这么瘦的，那顶多叫贱骨头，知道不？你怎么样说话呢？我跟你开玩笑呢。那这样，你健完身之后，我请你吃夜宵啊。哎，还是不吃了吧，吃了我晚上不好睡觉。你这个笨女人啊，你睡觉前不吃夜宵，你睡觉会做噩梦的，哎知呦我的道妈！不？算了吧，就你那点钱呀，你还是留着你自己花吧，省着点花。看不起谁呢？啊？你知道我有多有钱吗？一个有钱人，你是从外表看不出来的。就比如说我，你不要看我每天骑个破自行车啊，谁又能曾想到我家里还停辆电动车呢？是不？这么有钱的吗？二平哥？那必须的呀！我这点钱吧，虽然说不能给你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，但是吧，能给你一个说胖就胖的体型，知道不？你是不是要把我吃圆呀？你看你又错了啊！我是不想让别人把你看扁了，知道吧？那我不是白健身了吗？生死有命，胖瘦在天，健什么生，吃完再说，走。